福建的农村可能是全国别墅最多的地方了。我在福建待了几天，经常会看到有五六层甚至更高的自建房。我今天来到这个村庄，更是其中的佼佼者，跟城堡一样，太夸张了。大理石、罗马柱、欧式大别野是这里的主流。我现在在村里看到这种建筑，我已经是不怎么奇怪了。就在我怀疑我到了欧洲的时候，别墅帮的田地又把我拉了回来。这里确确实实是农村。哎呀妈呀，这是把美国白宫搬进来了吗？这是个大庄田呀。我很好奇，为什么福建农村的自建房喜欢盖高层呢？把自己家的房子盖那么高，究竟有什么用呢？这么高一层楼，能住得完吗？哈喽，我是老马。我之前啊，就听说福建这边农村非常特别，所以这次我来了。我这次呢租辆宝沃的 B-X5， 我们开车自驾过去。我在网上看到这么一句话：中国别墅看福建，福建别墅看福清。我这次来的是莆田，虽然不是福清，但我听说也是豪宅满天飞呀。哎呀妈呀！哎呀，这实在是太豪华了，在农村盖这么一个。这个大门啊，得有2米多宽，这好像就跟躺一辆小汽车，车库，一层，两层，三层，四层，四五层吧，这个太牛了。隔壁也是一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、6层的一个。你知道这座刚刚谁住吗？我之前网上看嘛，说。因为很多人福建人在这盖房子，但是他们平时都是在外面闯荡，所以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过来。那没人住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就是看看找些老头啊老太太住这儿吧。其实最起码有个人住嘛。这一根柱子就得有个十几米长了吧，恐怕也得几十万了。太吓人了，后面都是盖的跟城堡似的。难道是用来抵御广东人的？太惊人了，这个豪宅，这就是村里的房子。我去，闻到了一股鸡粪味道，我怀疑有人在这儿养鸡，真的是挺夸张的。一个是养鸡养鸭的，一个是大 house。这个村的建筑啊，实在是太令人震惊了。村里面盖一个十层的大别墅，哎呀，这也不是招待所呀，住不完吧？这么大。来到这个村，第一反应绝对是震惊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多少空调叔叔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一面就八个，至少十几个。这也属于是村霸级别了，十来层，太牛了。这个大罗马柱啊，这个柱子大门脸都得几十万吧。这家邻居也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得了，也是十层大 house， 也得有个1800万了。隔壁还行，是五层的啊。那也得有个大几百万吧，都是这种高规格的，欧式的，罗马柱。哎呀，这家也是一个大 house， 这框架也得有个小一百万吧。在这儿你随时都能被这建筑震惊到。哎呀妈呀，这是把美国白宫搬进来了吗？这是一个大庄园呀！哎呀，这个太牛了，这个。这大围墙都得上百万吧？这真的很大，这个房子特别特别大。这好像是两栋是一家的似的，都是连一块儿的。你看它建的太好了，这个一看就是装修特别特别好。这得有个又大几千万了。哎呀妈呀！福建这边，这农村太牛了。全中国最有名的农民恐怕都在这儿吧。在这里，中国农民实现了超越欧洲的居住水平，在乡下郊区把自己家的房子盖得这么豪华，在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非常罕见的。
一个房子几百平甚至上千平的使用面积，住起来不舒服我也是不相信的。我只有一个问题，楼这么高爬起来不累吗？老人孩子爬起来不费劲吗？后来我偷瞄了一下，不少人在家里装了电梯，对此我只能说有钱任性。当然了，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这样的条件盖大 house， 这样情况大多集中在福建的沿海地区。也不用去建筑学院了，直接来咱们福建的农村走一走，什么流派你都能学到。这种是欧式建筑对吧？这种呢比较复古的风格，这边呢感觉就中西结合了。啊，这边又一个大教堂，那个顶上这个是什么？罗马尼亚田园风。我没有科学的依据啊，但是我敢肯定的说，这个村50%以上住的只有老人和小孩，这些大 house。 哎呀妈呀，我找到一个目前最高的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，好家伙，有再多亲戚也很难住得下吧。其实我对福建不是特别了解，但我觉得每家每户都想把房子建那么高，那绝对是有内卷的。人都是有胜负欲攀比心的嘛，在农村的话，如果我俩是邻居嘛，我家是一楼，你家突然一下盖了个4-5楼，那感觉我家就是很没面子嘛。可能就是人活一口气吧，盖高高的大大的自建房，有些人可能是出于攀比，赚钱了在老家盖一个大 house 也比较有面儿。当然了，我想更多的应该是出于实际价值，毕竟福建比较潮湿，有些家庭一楼是不住人的，顶楼也可以隔热，而且福建的宗族观念相当浓厚，多盖几层住，在节假日的时候也方便子孙后代聚在一起联络感情。我对福建人的印象就是他们还挺拼搏的，比如说最早一批侨民嘛，很多都是福建的，因为福建它是丘陵地嘛，80%啊都是山，其实我不到20%是耕地，那你像在以前那绝对是养活不了这么多人了，那怎么办对吧？他们就是谋求海外发展，或者到全国的或者其他省份去那儿闯荡去。因为很多歌啊都是关于拼搏闯荡的，爱拼才会赢啊，乱七八糟非常多。所以我还是就这点我还是挺敬佩的，就是有这种拼搏精神、敢闯荡的精神。参观完福建农村，收集好今晚做梦的素材，我也该回家了。毕竟梦里啥都有。